在心里心了你，这是台湾的民演我心中妙的笑，这是台湾的民演我心中妙的笑。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勿续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当下法座坛座坛上，诸位圣灵，以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龙教主，万圣之主。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三一命谱下。上一节我们讲到三一命谱相，尤其这个命更是一个大学问。命中若有自然流，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所以中华文化道统悠悠岁月7355年，这么多年的岁月，伏羲氏族已经将天机藏在里面，藏在一画开天，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有阳有阴，这在阴阳里面，尤其命卦曾经有一位，他是台湾学术界非常有名的教授专家，对于我在讲易经和命卦的事情和讲风水非常感冒，非常不以为然，但是他的老婆非常非常的相信。他在台视看我一大早都在讲易经与风水，他很不以为然啊。等到我这里微信电视台成立了，他也更不以为然。他说现在的社会，国家社会传播媒体，怎么沦落到这样来呢？那是他心里在想，对着老婆在讲。有一天，我们在共修，他和着他的老婆就一起来这里了啦。老婆呢有相信，因为他常常在偷看我这个节目，我在讲的都在讲他儿子的事，我不认识他儿子啊，但是所讲的应验的都在他儿子的事身上，
所以他老婆听到老公说要带他来，就很高兴了。等到我上课讲完了，哦，来问我，拿了一张条子，啊，就写了，啊，那他儿子什么时候生的？啊，他儿子40有年，有你，啊，水地比卦。他有月被位，好比卦位是卯，我也是卯，是官鬼爻。这破碎破啊，也是有月，也是月破，一看还不到1分钟，我一看呢，啊，你这个孩子无药可医，破到底，年破，月也破，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医呢？啊，这个孩子就是变成精神错乱了。年破就是上天，啊，月破就是人和。天道与人道全部破了，地道不讲，光天道与人道。所以我你这孩子出生出来就开始破，啊，对，开始就很难量，到现在40几岁了，啊，每天为这烦恼，啊，夫妻钱都花在那身上，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他去算命，啊，孩子都很好啊，啊，但是老祖所传的话，年破月破，一无是处，啊，有没有绝处逢生？生不起来。啊，所以这一位太太呢，当场就哭了。啊，先生呢，才跟我道歉，说老师啊，我在后面骂你好多年了，没有关系啊，骂反正我没有听到啊。那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嘛。啊，问了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你去找别人。他说我赚的钱都花在他身上，钱不要花在身上了啦，啊，国家啊，要全民帮你买单啦，去这个精神病院啊，请人帮你照顾，花一些钱，等于全民所遇到的烦恼嘛，一个人的烦恼就是全体的烦恼嘛。你还是把儿子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就好了，啊，你要用什么方法，那是没有办法的。啊，没有盖，没有借，那是骗人的，不可能。啊，本身人在世界上，我们的体质。身体里面的能量、细胞能量，还有脑神经意识，都没有办法抵得住的阴阳的失调。所以这一位
教授先生啊，他老婆，他说我终于误会了，我懂了，我一生年轻赚钱赚到现在来，都花在孩子身上，我你欠也啦，啊，你的主都有问题啦，啊，你也有问题呀，啊，所以你的问题，复印到小孩子身上啦，啊，那你好好，你以后不要再骂我了啦。啊，我你骂我了，你造口业啊，因为你不了解我在做什么嘛，啊，你不了解我在传什么，你不知其道，你要怎么样来批评批判呢？所以那只有你自己造口业啊，所以命卦缠结，所以王禅老祖啊，才传了一部非常非常非常啊一部经纬透彻的经啊，就是唯心用意勾诀，用易经啊来阐述人的命，啊，阐述人的流年，阐述每个人的当下性啊，比如哪一个卦啊，比如火连四合的卦啊，这里面所有的都在这里啊，这本用意勾诀，天上天下只有这一本，这是不传五千年来今天才传啊，所以我们每天你的请回家你自己送啊，自己练啊，练了你就可以悟里面的道理，你悟到这个里面的道理的时候啊，你随时随地你有心里有障碍有烦恼，你就可以依法修行，依教去奉行去做，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这就是道，这是天下太平的一条路。所以那一位教授先生，那说我用意勾诀，我没有发行，我没有广传，我只有写到一段给他去理解。好了，这些教授呢，教授先生，他跟我说对不起，我对老祖宗的妙法，我真的有失。有失礼了啦，那没有关系，失礼因果自己去负责，你信他你也烦恼，你不信他也烦恼，再进一步你信他你就可以趋吉避凶，怎么来转怎么来做。而又有如我们原来我们注重一位吴师兄啊，他现在往生了啦，他儿子常常给笑啊，装疯卖傻啊，他爸爸以为他是给笑的，我很聪明，我这真笑不是给笑啦，从面过来看嘛是四爻破啊，啊那个元神也破，卦中没有福星，所以这真笑呢你啊，所以我说你再赶快啊，你最好把他送去龙华堂啊，拜托那位出家大菩萨法师帮你们忙去那边疗养好了。所以我们这位师兄啊，就有一天到南部去龙华堂，请那些住持啊来将孩子带去。啊，带去的，结果他儿子他看到一点呢，拢笑哎，一点拢笑嘞，啊他嘞，无敢笑煞袂煞嘞，哦，所以那无笑了变成一笑，
事实上伊嘛笑疯了，他精神有问题了，还要出来了。我说你这个孩子不能出来，你出来会杀人，你要注意。啊，有一天我跟他讲了，我说不能让他出来，出来他会杀人。哦，那么过了两三年，为人父母的心舍不下去嘛，心不舍，啊，所以就去把他带回来家里，带来回来家里也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嘞，还算蛮正常的。到有一天又发作起来了，发作起来嘞，就在啊厨房磨那个西瓜刀，就磨西瓜刀嘞，说我杀死你，我全家都把你砍成两段，像剖西瓜这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我们这师兄他听了，踹了蛋，赶快偷偷的打电话又到这个龙华堂找这个工作的朋友，又来把他带走了，带回到那个龙华堂去。啊，奇怪，带到那里都正常了，因为你看了人笑，你无对你笑，我袂使咧。啊，笑的袂，一个比一个笑的更厉害，一个比一个更厉害。哦，这个就是一个人世间的娑婆世界，充满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涩的世间世界，叫做娑婆世界。爱也爱不到，取也取不到，拿也拿不到。安全又保不住，这个叫娑婆世界啊！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要修啊！所以有孩子要生的话啊，叫我们要念经，要诵经，念经诵经呢，孩子呢出来了啊，那孩子就会选择比较完整的时间来投胎转世，一转世出来啊，他一生就会选比较幸福，会平安。不然我们的灵性啊，投胎转世至身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克服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身体在那边请经偏啊，自以为我就是什么神啊，自以为我是什么神在保护师父，在保护什么，那个精神就有问题了。哦，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学道，要理解道的真髓啊！希望各位啊，我们维新弟子啊，你们都是王禅老子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啊，要得到正确的法，王禅老子所教的，我给我们的法啊，不要啊自己走火入魔啊，所以。啊，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的法啊，大家要珍惜。尤其啊，现在的人很奇怪啊，很容易重阳啊，身体父母生给我们的身体都好好的啊，那我们就喜欢吃什么酒啦，吃什么好补品啦，什么酒啦啊，什么酒一喝了，结果就把身体弄砸了，弄砸了就病就来了，现在开始来很多癌症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医药很发达，人所生的病要和医药啊，这是对立啊，对抗是很痛苦的嘞，这有如战争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我们的世界，心灵的世界，不是只有我们眼前的世界而已啊，心灵的世界就是我们病魔与病魔为伍啊，每天都以病魔为伍，连我也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守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说乱吃东西啊，太强烈的东西啊，我们不要乱喝，不要乱吃。你吃了太多的啊，那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药房啊，什么药品啊，啊，还有什么御用的啊，什么医术啦，啊，尤其从大陆拿了一些，买了一些什么药丸呐、啊，以前的皇帝啊御品呐、啊，那些的胡说八道，你要注意。你没有经过医学医生的检查、啊、化验检验的，你不要乱吃，和你的体质上要检查啊、要研究、啊、不然你吃下去把你的身体的组织全部破坏掉了啊，病就来了啦啊，不然以前的皇帝为什么都那么短命？哦，就很简单嘛，在好多年前啊，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啊，他到北京去啊，什么小街大街小巷去买了一包什么是什么仙丹，最好的药丸仙丹，就是啊什么皇帝的御用长生不老丹，拿回来送给我，我看一看呢，我说你去查看看这位皇帝他几岁，结果这皇帝只有23岁了。哇，你们怎么没有智慧啊，皇帝70岁 也不算长寿哎。哦，所以有一些男人很容易去吃一些什么壮阳的，我告诉你，你们去买那一些药，皇帝为什么都那么短命？父母给我们的长寿的125岁，结果我们把它弄砸了，我们是不孝哎！啊，我们吃东吃西，酒乱喝，哦，你酒喝了很多，啊，槟榔认真吃，吃了胃癌，啊，然后食道癌、口腔癌都来，啊，然后你再哦，现在有化疗。化疗哪一个疗程很好，哪一个医生的化疗疗效很好，哎呀，自讨苦吃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们呢一定要好好修行啊，给我们一条路，好好修行，念佛念佛念佛，念经诵经念经，你念经就在跟自己内在心灵的冤亲债主在打仗，啊，跟你的细胞啊在打仗，啊，你的细胞有阴有阳，阳的是你的生命的灵性光辉，阴的是你的黑暗地狱，这病毒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要诵经，要念经，现念经。啊，有的人说：“哎呀，师父叫我们念经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你就不要念嘛。”啊，等到你要念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啦。平时不积德啊，平时不积啊这个善缘，你念经在为大众祈福哎，啊，为法界在祈福哎，啊，为我们这个这么多的人类啊，那诸祖灵在祈福。啊，仰仗活力，再加属灌顶，所以这个即是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身体上的内在心灵世界，永永远远的和平啊！安全无？好，那好，我们休息一下。本段节目由被盖。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王禅老子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所以黄山老祖从民国71年6月19日光降台湾净土，台湾祖书殿的时候，啊，已经开启了。啊，我们已经运用八卦的真禅奥义，将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的历史，一一的与宗教空界融为一炉。所以黄山老祖，我们恭敬为黄山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所以黄山老祖36年来一直教导我们维新弟子们，要将中华文化道统的精神深邃和大爱，以当下性把它发扬弘扬，啊，告知所有的人，内在心灵潜能潜藏，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就是命，就是天命。所以黄山老祖时时刻刻的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事业，无所不在，处处皆在。所以黄山老祖，我才遵照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恭赞黄山老祖为八卦祖师，易道尊祖。所以我们要了解《易经》《心华妙难文》，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洗诸妙法，愿除功德皆回向。所以易道的天机密，在36年来，谨遵黄山老祖的开示圣事，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啊，开示出道的精髓。所以，啊，我们在5年前。开始大集结黄山老祖所开示的道，称为维新道藏，要啊把维新道藏留下未来千秋万世，务必要集结到3万卷，现在已经2万卷，2000多百卷。啊，到明年农历1月9号，将有23000卷，啊，开创历史以来中华文化道统汇整最完整的维新道藏。我们明年1月9号，啊，照常在这里开卷。大典啊，我本人仅代表黄山老祖书尊的啊开示，啊，将黄山老祖所开示的维新妙法普利人天，啊，留着千秋万世。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今天我们法会已经到11月
啊，今天是五号了，11月5号，八卦祖师老祖所开示的卦象，就是烽火家人，天下一家亲。天下一家亲，务必要有这个心量，务必要学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心量，人力己力共创唯心净土的世界啊。所以啊，我在9月15日啊，在唯心圣教禅机山宣佛寺的新竹大凡寺道场，三元金銮殿落成啊，与唯心圣殿落成的时候，奉安玉皇大帝啊，三观大帝啊，伏羲世祖、红军老祖、诸佛菩萨圣神的圣座时啊，从空中玉皇大帝光降了一个匾额啊，一个匾额嘞啊，亮晶晶的匾额，就是这一张啊，这张匾额嘞上面写着天命，上面写着天命，要我们要防止世界之饥饿啊，与贫穷而发生之战争。这个亮晶晶的啊，从大凡寺的唯心圣殿正中央光降在我们眼前，我很感动的、感恩的接了这个天命，所以啊，这几天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为地球之人类之饥饿和贫穷而发生的战争爱预防。那这个法就各自有王禅老祖的妙法，王禅老祖的圣法，用宗教的修行力量啊，集合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和所有会员会友，以及所有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所有贤士同修弟子啊，并请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大家共同努力来发动在家修行诵经唯古先书天德经的功德啊，集合功德啊，在明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一并交旨，共同来祈祷地球任何一个地方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不调雨不顺，五谷就不丰也不登，人类的饥饿就出来。所以我们在这次法会的时候，王禅老祖交代我们要净洒地球与修行的法仪，由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的世界和平促进会、唯心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啊，严玉法师、田立伟先生啊，带领我们所有每天共修的同修啊，一起与我们梵呗学院每天所供送的经宝一起来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啊，来回向
来加持灌顶，地球、世界啊之风调雨顺啊，如果能风灯，所以现在我们就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啊，坛前大千楼大禅堂前殿，南天圣门啊，由啊我们的促进会的理事长田立伟严立法师啊来带着全世同修一起来奉化五谷七宝啊，以宗教的法仪和人念尊严啊，一起大家很诚心啊，有如2008年臭氧层的破洞，我们在仙佛寺啊如来园500罗汉座前啊奉化经宝，奉化文殊和护摩法会啊，结果在预定的时间5月5日升坛，7月24日务必要圆满开天周年纪念的时候啊，务必要把臭氧层灾难消灾化解。结果臭氧层按照王禅老祖开示了，补了30%。人生想要顺遂，啊，所以臭氧层的危机，这危机就解除了。啊，这个都是修行的不可思议力量哎。所以维新圣教同学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来读易经啊，就不像一般的宗教啊，穿了不同的啊法服啊来在修行，在禅坐，在打坐。老祖开示我们，你世间不和谐，天下不太平，你怎么打坐？风不调雨不顺，五谷不丰也不登，没有的饭吃，你在那打坐能打得起来吗？不可能嘛。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当下性的任何地球有问题啊，王禅老祖都开示我们一定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心念念大啊，心大愿大力就大啊，若是我们哎呀师父在迷信呐 啊有如我们在2008年臭氧层破洞要补天的时候啊，我遇到很多一些社会善知识啊朋友们认为师父是神经病，神经病了啊，哪有可能臭氧层补天在那里就可以补啊，那一面嘲笑我，一面啊在用冷水在教我，但是我的心不变，因为我的心就是王禅老祖的心，王禅老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啊。所以太极天有多大呢？啊，太极天的大5其外，太极天9大行星9大行星都在太极天里面呢。啊，你看的日、月、地球、啊、木星、火星、冥王星，什么星？不共同的小，这么大，都在
太极天里面，那么你在哪一个地方破一个洞，天坑臭氧层破洞。所以我们在地球这里，我们在这里修行，在这里念经诵经依法修行，可以感应到臭氧层破洞，可以解除。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伟大，不是人所能理解的。所以我就心很定的，很高兴的说啊，老祖慈悲给我力量，阿弥陀佛他的愿力感动了我，我就带着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的弟子，在79天内送了64万部的天德经来供养，还送了20万部的佛说阿弥陀经的功德来填补臭氧层这个洞这个法仪我也都写了一本很大的记录起来。等到7月24日开天纪念日那一天，老祖说好了，这一天一定要圆满，结果那一天就补了30%了。这是国际气象组织的发表，补了30%，所以危机解除。到去年7月1日，美国国庆纪念日那一天，太空总署发布了臭氧层完全补满。这段时间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我逼着大家诵经1000万部、800万部、1250万部、1500万部，每年不同时间不同一年所需我们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么现在王禅老祖又给我们这个课题，要皇族地球195个国家，少数国家的祸不调与不顺而造成的人类饥饿，你用什么方法去做？不可能。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从先风调雨顺，国就会泰，民就会安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因应时代性因应众生的需要，我们所修的圣法。安知无？无人知哦。所以现在我们为了要弥补这个地球的劫难不要让它再发生而且要圆满玉皇大帝所降的天命这个天命的这个匾额呢给我们的天命要防止世界人民饥饿与贫穷而发生的战争，这个是多困难啊，多困难。但是老祖开示了这个尊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荣耀，共同的天命，共同的福报，不是在那边只有我今天要成道了成佛，我告诉你成不了道啦，你心量那么狭隘要成道啊，不可能啦。你先要有大爱，你没有大爱的心，光自己身上我今天能得到多少的名，多少多少的利还有多少的好处，那你能成道啊，那才不相信呢。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心念要大，
要宽广，要学习阿弥陀佛他所开示的四十八大愿，他所发愿的四十八大愿要他所修的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里的瑞相瑞景，让我们反正哪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球星球的众生要到极乐世界，一念之间就可以到。但是世间的修为也一定要依法来修行，那就可以满你的愿到极乐世界去而去成就了。那么还没到极乐世界去成就，先把握当下，先将当下我们的该做的我们把它做好，也不影响你们的发财，也不想影响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升官而且对你们的发财有帮助，对你们的升官与发财更有帮助对你们的成圣成贤成道修成正果有更大的帮助。所以希望极乐世界教主请观世音菩萨来世间那么后来也请王禅老祖到世间来，运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文化和风水治学智慧来建设一个世间的美好家园和美好的事业平安即是福平安即是功德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老祖传给我们那么多三一命普相的道这么多的道，那已经超越了我们世间的三一命普相的真禅奥义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好自为之人生六十不知修了，等待何时再来有。人生六十不知道修等待何时再来有呢此生不悟今生度了，更待何时度此生度就是超越跨越我们的狭隘思想把我们的宽广的心量放大来以极乐世界蓝天净土全部放在我们的心中。各位当下你们所安住的就是唯心净土唯心净土，当下所安住的就是唯心净土，唯心世界才能与极乐世界相辉映听到吗好，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